蜡笔小新、真心镇的小白，我通关了。如果还有人记得我也做游戏系列的话，我上一个游戏相关的视频已经是5年前了。所以，究竟这款游戏有着什么样的魔力，让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夸赞与分享的欲望呢？Hello，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学长的不完全游戏评测与推荐系列。煤炭镇的小白可以说是充满了惊喜和感动，直到通关以后啊，还让我回味无穷。如果你不是蜡笔小新的铁粉的话，像我一样，本游戏所带来的治愈和乐趣，你同样可以99%的享受到。那么，如果你像我家那位一样是个铁粉的话，最后的1%的惊喜也一定会让你拍手称赞，甚至拍案而起。新之柱。如果你又像我一样没有玩过上一座《我与博士的暑假》的话，不用担心，完全不会影响你在本作中的体验。游戏是2024年2月22日发售的，不过中文版并没有同步，而是在5月2日才上架。注意哦，只有港版才有中文。游戏中有大量的中文配音，会让你感觉置身于一场电影之中。睡得一脸幸福呢。我相信就这点可以让喜欢蜡笔小新的你狠狠的满足一番。游戏售价378港币或者6980日元，直接换算的话，差不多是330人民币。北美区目前没有同步发售，我通过 PlayAsia 购买的典藏版，花了97加元，折合人民币510元。其实这是我家那位的礼物，3月订的，5月才拿到，给我一阵好等。注意，以下内容会有非常轻微的非主线剧透，因为我是在最后通关了才录的视频，所有要素都已经解开了。不过呢，就算你看了，也完全不会影响游玩体验。在这样一款主打休闲的冒险游戏里，你可以体验抓虫、钓鱼、捡垃圾、捡野菜和矿石，甚至矿车竞速，以及最最最重要的种菜。当然了，其中最让我沉浸的就是它治愈的画风。你看我这随便截个图拿去做个桌面，简直绰绰有余。网上大家所说的主线太短，我同意。我趁着一个周末零零碎碎的玩，用了3天的时间，实际上的游玩时间呢只有9个小时。没错，9个小时就通关了，而且这还是在我一边做各种非主线任务和完成收集卡的情况下。但是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时长刚刚好。对于一个平时忙碌于学习工作的成年人来说，这款游戏不会成为另一个在你游戏库里吃灰的未通关。对于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们来说，这款游戏也不会给你太多负担，成为另一个让你心里一直痒痒想要去通关的游戏。所以这就可以让你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心满意足地体验一场完整的故事。随着主线的推进，你会发现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这个时候你再回头一想，会发现其实一直有一条暗线穿插其中。这样的体验在快餐时代的今天，我认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游戏中地图繁多，要素丰富，初期开放的地图数量刚好平衡在你将要抱怨自己记不得路线和对场景中重复的要素发牢骚之间。在我游玩的过程中啊，新的场景呢总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被开放出来。这里的恰到好处就仿佛是你孩童时期在每日重复的场景中总能发现新天地一样，也许是一块新的探险地，又或许是某种从没见过的花花草草，或者是小鱼小虾。不过真要数一下的话，游戏中可以去的地图场景足足有60个之多。所以综合以上，我认为游戏的要素多到刚刚好，游戏的时长也短得恰到好处。游戏中没有为了故意拉长游戏时长而刻意设置的重复要素，也没有为了打发玩家而放置的某些莫名其妙的系统，能感觉到开发者是有用心的再去设计和打磨每个要素。当然了，如果你真要想收集全部要素的话，这里有44种虫类、34种鱼类、22种蔬菜和12种矿石，满足你的愿望。同时还有44个挑战卡供你完成。游戏中的矿车竞速啊，相比较于其他的元素来说，是我个人觉得有些挑战性的了。有几个主线任务是要通过矿车竞速来完成的，我甚至当时一度觉得我可能要弃游了。不过嘛，我是手残党，在座的你一定没有问题。和大多数赛车一样，游戏中的矿车是可以自定义的，通过后期做任务来解锁更多的配件。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打造出那个自己喜欢的，或是可爱或是科技感十足的矿车。来到秋田的乡下，你可以在桥上、河边或者水沟里
发着呆钓着鱼，又或者扭着屁股到处跑，去偶遇逮捕小虫做个昆虫判官。你也可以奔跑于田野之上去感受那微风，徘徊在瀑布旁边去用心聆听，行走于山野之间和自己捉个迷藏，又或者像个疯玩了一天的孩子一样，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抓到，喊你回家吃饭。小溪准备吃饭啦。这款游戏带给我的感动是它会时不时的轻轻的触碰着你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试图唤醒你心里藏着的那份童真。蝉鸣和蛙叫，那一声回家吃饭，这是不是你所怀念的童年呢？我由衷的希望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这款游戏，体验一下它的治愈。无论如今的你是童年、少年、青年，哪怕是中年，蜡笔小新、煤炭镇的小白，在等着治愈你的似水流年。我是学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